お、動了！すごい！太强了，它好还原哦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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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Butterfly Network 就是猫头鹰信件吧？哦，啊，天黑了耶！天黑了，猫头鹰信件。我们并不是扮演哈利波特，而是扮演另外的，要入学的新学生，新生。来了一封信，猫头鹰的信，这是我们刚刚拿到的信，猫头鹰寄来的信，按 F 来剪。好，这是霍格华兹的录取通知信哦。哦，他的茶壶 Magic，他自己在倒水诶，Magic，すごい，魔法茶壶。欸，好猛哦，好猛哦！这个真是倒水了，自动扫地的扫把，这个自动清洁机，以前的那个扫地机器人，魔法版。这个人看起来好可怜哦，这怎么那么哀怨的感觉？欸，有钱呢，这是钱吗？好方哦，欸，3块钱，这种的是宝箱哦，哦，捡到7块钱。然后还有一个巧克力蛙，巧克力蛙贴，哎，这个据说应该是蛮好吃的吧？哎，10块钱，然后苹果2块，哎，所以我是要自己买食物吃吗？Goodbye，我们要自己买食物吃。哎，后面有箱子，在老板后面就这样拿走了。哎，奶油啤酒，哎，根本不用买啊。还有 cheese，然后还有。这种面包、司康之类的吧，然后呢，现在要找到方法去斜角巷。那大家说，垃圾桶三格，一二三四五，哦，这里可以点呢，古林阁，对，那个银行可以点。哦，我动了，すごい，太强了，它好还原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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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很长的餐桌，哎呦喂！然后还有漂浮的蜡烛，哦，麦教授啊，很长的蜡烛，很长的桌子，大家一起吃饭，然后餐点会自己变出来。哦。分类帽诶。Can you wait along here, please？校长，然后诚实回答你的问题。How would you like to be known to history？你会怎么样的被历史铭记？Good 跟 Great 感觉，Great 应该比较好一点吧。What do you most value？你最重视什么？自由，freedom。Which of the following you must hate people？你最讨厌人家叫你什么？不想要笨，没有，不想要再笨。你想发明什么样的药水？我要农药好了。真不想面对什么呢？孤独还好，无聊，无聊应该也还好，找事做，被忽略啊，被忽略吧。被忽略的话会比较难受，忽略跟孤独不一样。Which one you rather be？你想要变得怎么样？被信任哦，下面还有诶，被羡慕，还有被害怕吗？被 trust，相信我吧，相信我之术。Let me think，I better put you in。有了，要被分类喽。Green，哎，在哪里？Green Findo，
哎，葛林芬多，哎，葛莱芬多，我已经到葛莱芬多了，呵呵，真的会有别的吗？荣恩的哥哥们，他各有几个？哎，啊，荣恩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，你怎么长这样？哈利波特，你的疤痕呢？啊，那个是疤痕吗？他的眼睛右上角好像有一个疤痕，不知道是疤痕。那这是荣恩，表情，呵呵，这表情。然后妙丽啊，你是妙丽哦，怎么不太像？坐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妙丽吧？啊，这是奈威，刚好遇到。啊，这个吗？啊，这个哦，这个马粪与他的两个小弟。哇，那如果分到史莱哲林，就只能去史莱哲林的地方哎，幽灵哎。这是那个头快断掉的幽灵啊，头快断掉的那个，他脖子正在弯一边，打开，哇哦，到了，啊，这里就是会变化的那个楼梯了，我要找到教室，找到路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是那胖女士哎，胖女士，真的好多话哦。诶，在动诶，啊，真的好还原哦。路摩斯，收集五个星星吧。你要在这迷宫里面收集五个星星，你这上课还可以捡到钱，太赚了吧！上课还捡到钱，哦，有地图诶，我现在在这里，捡到了，葛莱芬多加10分了吧？啊，怎么大家都下课了？怎么大家都下课了？我已经学会路摩斯了。接下来呢，要去防御魔法，防御黑魔法教室。诶，你有困难吗？要帮他找那么多东西哦。卷轴，诅咒的手，啊，素摊的手，诅咒的手。然后，illegal potion，违法的药水，死掉的什么面具，诅咒的头颅。哎呦，诅咒的头，这个是诅咒的手，危险的非法药水。哇，你家怎么会有恐龙化石啊？找到了，这边有一个颜色，诅咒的卷轴。他的任务好像才给我100块哦，啊，在他家搜刮不止100块，哎，这我拿过了吗？哇哦哇哦，哎呦哦，脑鬼，吓我一跳！你家怎么会有这个？啊，这里找到了。可怕的头颅，还有更地下室啊！啊，这里还有，我怎么中毒了？哎，有剑呢！我怎么中毒了？哎，有老鼠！你家怎么有臭老鼠？有臭老鼠！魔法，魔法，物理魔法。那个剑我可以装备吗？好痛，痛痛，老鼠好痛！刚刚有拿到一把剑，可是那个剑。是不是只是好看的啊？对，有一把剑呢，欸，是可以装备的欸，可以装备耶。哦，我有刀了，我是巫师，会一把刀应该很合理吧？哦，太好了，我有一把，好慢哦，我会不会用刀啊？好慢，你是谁？你是一个问题。啊，解锁了。这边门都要你猜谜才可以进去，解锁了。嗯，还有楼上诶，天文学啊，哦，这是那个，这里是哪里？雷文 Crow，雷文他们家，Luna，他是 Luna，Luna 娜娜娜，Lupin，露平，哎，露平诶。他是陆平，这已经第三代的老师哦。那这一代哈利波特他们不就几年了？3年了吗？3年生，会，咻！哦哦哦哦哦！这边，会，哎，不会啊，我这不会，我不会跑酷啊。哎，下面有钱呢，谁？有人跑酷跑到这边死掉了啦！你看，这学校好可怕哦。
你看跑酷跑不过，死在这边，快过了，应该是跳这里没错啦，没跳到而已。OK， 危险，难怪他说危险，看有人就是跑酷死在下面，多么危险啊！哦，接下来是什么？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老鼠了耶！我会魔法的话，哎呦，这要干嘛？Excellent， 做得很好。骷髅，他自己跌死了，他自己跌死了。守护山坡的敌人，守城还在地上爬。OK， 解决了。下一个任务是魔药学。Snape，收集6的材料。然后啊，这个好小哦。好哦，他会教你怎么酿诶。第二个咒语来的哦，我们都不用睡觉的。我们上完再继续上课，一直上课诶。啊，我会吗？治疗魔法，治疗魔法是 Rocking 什么的什么，哇，好多招，我要怎么击败他们？这里就真的只能硬打了，没有，哎呦，有陷阱，我用陷阱刺他，哦，然后治疗。治疗在那个小圈圈里面哦，挥挥啊！吃什么吃？刺到自己了，脚太短，刺到自己了啦！到了黄米村哦，好酷哦，一个很酷的剪影招牌，欢迎来到黄米村，大家都戴着围巾。Hannah Fry Notice Boulder Let me go there。 好，我们要去练习魔法哦，真的是要教我开锁。妙丽为什么妙丽总会开人家锁？ Alohomola Alohomola， 嘿，我啦，好，难怪，哎呦，哎，欸，为什么他门怎么就关住了？我被门卡住了，卡门，我被门卡住了，他怎么就关起来了？哇，时间时间，蛤蟆蛤蟆啦，有了，哦，时间还蛮充裕的嘛。哇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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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书，欸，魔书，那个。怪物书，时间应该能吞噬一切。OK， 哇，这次跳下去才知道，哎，哎，哦，船，搭到船上了，安全。走错会怎么样？走错，我还回得去吗？回不去了吧？走错啊，妙丽，啊，解完了耶。走错应该会死掉吧？妙丽。做得很好，你终于学会了。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《哈利波特：霍格华兹的 Minecraft 游戏》，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总之，我们可以去闯空门了。